太，不知道该怎么谢你。不用谢我，赛雅有她可爱之处。说真的，她有很多地方很像小燕子，我想在我心里也是一种补偿作用吧。白太，应该是我来说，不知道该怎么谢你吗？你们的谢我通通收着，将来你们连本带利还给我，怎么样？一言为定，将来有一天你需要我们，我们万死不辞。别说得那么严重，生死相许的事儿怎么不严重？